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我现在正在打这个75等的精英副本哦，就是有一位朋友有留言给我，就是说，我这个巨神攻骑啊，如果说打75等精英副本的话，会不会很难打哦？那目前的测试结果哦，测起来是蛮稳的哦，蛮稳的，不太会收。好，那至于说神兵的话，基本上来讲都趴了哈，都趴了。哦，现在目前趴的就是修龙女灵趴了，金色歌姬趴了，那神兵女灵也趴了。那活得好好的就是这个精锐骑兵哦，因为他有近战铁臂的那个减伤 60%， 所以还是一样可以活着。那这个修罗强弩兵的话也活着哦，那巨神攻骑的话更不用讲了，非常的稳。好 ，OK， 那我在这边啊，先恭喜这个美食猎人哦，他获得了豪猎哦，系统的话已经刷掉了哦。那队伍频道这边的话有写哦，就是我有恭喜这个美食猎人。那安妮有问说，出书吗？那美食猎人就是一个笑脸。苹果就是说出啥子啊，这个就是大陆的用语哦，就是出什么东西啊，来一发就是说豪猎哦，出了豪猎哦。那给各位朋友看一下我们的队伍组成，来我们的队伍组成啊哦，其实平均等级不高哦，大概就是70几等到80等左右而已哦。那苹果的话是队长，他是猛将77等，再来是火影邪神方式80等，来一发豪姐83等，那他补血量是1832D， 那再来是我的补血量是2049。那再来是美食猎人75等，他应该是刚升到75等而已哈。那刚升来打这个精英副本，就很幸运的打到这个豪猎了。那艾莉的话是那个军师78等。OK， 那我们现在是一次打两只哦，一次打两只，打夏侯渊跟夏侯惇。那目前看起来是蛮稳的，没有问题。我先帮火影先生补一下好了。OK， 他怎么不起来？我再帮他用一下。他不想起床，没关系。我先让他躺一下好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想起来啊，有了，好 ，OK， 他起来了哈，起来了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就是巨神攻骑的话，算是蛮 OK 的，蛮 OK 的，他的血量幅度啊，跳动的幅度不会很大哈，虽然说只有减伤40%而已，那至于说这个不是巨强弩啊，就是修罗强弩，修罗强弩兵跟这个铁骑兵的话，也是蛮稳定的哈，所以。这个也不是修罗铁骑，它只是精锐铁骑而已哈。精锐铁骑的话也是很 OK 哈，打这个75等精英副本也是 OK 的。来，我先过来一点好了。漫步云端在收女灵令哈，现在女灵令好像还蛮缺的哈，蛮多朋友想要收的。因为它是小范围的强命，小范围的强命，所以如果说你有带很多小兵的话，还蛮好用的。它可以一次帮你补很多只。看一下系统。好 ，OK， 好，没有再出书了，好，目前只有出一本书，就是豪猎而已。OK， 打完了，好，打完了，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好，给各位朋友做个参考，哦，就是这个巨神攻骑的话，打75等精英副本绝对是 OK 的啦。OK， 那我要去接小朋友下班了，下课了，可恶，还有一只啊，算了，这个应该他们自己打就 OK 了哈，先这样子，我要关了，各位朋友，拜拜。